哎，不知道什么小队是什么。啊，我 OK 了 ，OK 了，我创建完了。这个音乐声是不是太大了？可以调啊。OK。这个谁打？我是别的颜色。谢谢尼可的1314超好。哇，蓝的我也有了，我也有了。怎么换小动物？可能没有，你换呗。怎么啊？不要选了。收到邀请了吗？收到了，收到了。你俩谁邀请一下那个谁？邀请一下我。嗯。帮主邀请吧。嗯，等会儿啊，我这个怎么玩？哎，我收到怎么没？哦，进去。我再邀请一下影。影哥是喵酱。喵喵喵，没有啊。嗯。啊，这儿呢，这儿呢，有了，好了，来吧。然后呢，我接受了。换个皮肤，换个皮肤。准备就可以了，这是我最喜欢的。谢谢大家的保健。不是，不得，这个是按键，我怎么在哪儿看啊 ？WASD 是所见开枪，来，王源准备。备、okay。上下左右就是 WASD 走路，然后那个鼠标在地图上瞄准哪个方向，摁左键就是开枪，然后空格是翻滚，注意翻滚可以躲子弹，可以走位，但是翻滚之后要0.5秒以后才能开枪，上弹是 R， 然后1234是切武器，行，然后最重要的是 Q 是回血 ，C 是打那个护甲 ，Q 跟 C 啊，行，好 OK， 对，蹲是什么？咱们就回老地方呗、啊，好不好？什么是什么？蹲吗？没有蹲。然后摁 V 可以选择跳舞。咱们就飞老地方呗。好了，回咱家。会不会有的人的名字是橘色的呀？他们 B 是 VIP 吧，应该。他们为什么有人是橘色呀？不知道。VIP。小粉花又回来了。好，刘晓松，你起一个名叫刘晓松最帅，对他有问题，他就天天叫这名，起自己名字呢。跳这儿、啊，就跳标点啊，影哥 NM 看一下。起跳了以后摁着方向键就可以。你们标的哪儿？起跳了。匹特。N E 起跳，右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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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往右飘。我看见你们了，看见你们了，对对，跟着飘就完了。OK。没有，他们没来。后边有人，后边有人啊！小心啊！没来，他敢来敢。哎呦，我快摔死了！我怎么落不下去啊 ？B 锤的。廖从最帅，倒了，很遗憾。漂亮。不漂亮，让你下棋，让你下棋啊，乱起名，让你来跟着我们，就是。哎，小黑猪没来，我靠，这有点意思啊，这个。哦，挺好玩的吧，影哥？啊，牛逼！嗯，哎、啊，我没有假呢，等你练成了，好吧？咱就是一个 team 了。哇，这个小箱子能打的是吧？对对对。乱打。NE 可以开开那红箱子。OK 了，没问题了，熟了。我还没有假呢。我其实劝刘晓松最帅，就落地的时候还要跟咱们这个小队保持距离，他单排对不对？你别贴太近了。这个危险。臭气管是干啥的？
抽气管没用过，你可以按爱，然后鼠标放上去看他怎么说的。没有解啊？什么 N Z N D？ 我这把打个弩试试。哇，这有枪啊！弩是什么效果？弩开火速度慢，伤害57，但是呢，射程很长。果真慢。减40%护甲穿透。哦，有人有人，我就左边有人，我就左边有人，有人骑个球。帮你，我帮你。他假装了，他假装都没有啊。啊！哦，我被他打死了！救命！我操！我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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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了！来，我救你。得上后边。先打，先打，上后边去。倒了，我倒了。一个打他，一个打他，一个打他，一个打他。那个球呢？揍他一个。完了，我死了。完了，都死了，都死了。这人一个人穿了。谁呀？太凶了，太凶了。行行行，我知道了，这一把怪我啊，这把不是，这人太强了。有问题啊 ，Nola 自己一个人啊，Nola 有问题。我迷路了 ，Nola 要被毒死了。Nola 迷路了 ，Nola 喝水吧。Nola 一把踩了个绳要被毒死，干啥呢？这喝水吧。那慌了，但是一倒影哥就慌了，慌了。我不知道他能打这么远。对，靠山王一倒肯定是慌了。下次得先杀人后扶人。Nola 跑着比球快，你信我 Nola。地形实在太复杂，跑着比球快。喝水，啊、这圈儿。喝水要死，喝水，喝水。Nola 不会被毒死吧？哎。喝水，哎，很关键啊。圈儿又缩了 ，Nola 很远啊，很远。不是，为什么他还能带个小动物啊？买的，他消费了。这个圈儿就是当他们实在没有肉吃的时候，可以把小动物吃了。行，懂了懂了，没问题。我心疼我的三级甲呀，我再不用那个弩了，太傻了，根本丢不着人。哎，我没有饮料了。完了。全完了，饮料是按 Q 是吧？毒药，毒药，他妈他妈被毒死了，你敢信？好，拦路这个地方就应该起手就应该跑，就不应该收。哦，那圈也太远了吧？好，我们被懂了，懂了，懂了，懂了。我们起码没有被一个人面对。我下次必买得起这个公主裙，我必买得起公主裙。这个咔咔币到底怎么获得呀？哎呀，咦，哎，要不要消费一个？想要这个裙子呀？想要这个裙子？哎，梁晓松没进来，进来了，他跳舞呢，在中间，这不是吗？那大老虎，你凭什么选一个大老虎？你不是风中一匹怂狼吗？你不该选个狼吗？哎，那退一下，我没看见梁晓松进来，我这只有三个人。他在这儿呢，他不是翻滚的吗？这块没有没有没有。哎，我没看见戴士，那就没进没进来，退一下。我看见戴士了，戴士在这打人呢。退一下退一下。我在这打戴士呢。人不齐人不齐。退一下。什么人不齐？退一下退一下退。怎么退？就 ESC 退一下。ESC、哎。OK OK， 离开比赛了。戴士这个电脑显卡不行，玩这个费游戏有点费劲。对，有时候进不去。这些土著。我看你们都蹦着走啊。那必须蹦着走。为什么要蹦着走呢？快。都不专业。看上去快一点，也不知道快不快。这还有叫怂兔大宝贝的，这不会是？你们信了吗？哎呀，我容易被你们这些人的名字给骗了。我得记住，我没有没有你们呀、啊，有啊，就在你旁边呢。真没有，退一下，退一下，退一下。要退，你有问题吧？哎，你是不是在诚心在这块晃水友呢？我发现他就是晃水友，我就不想跟水友一起玩。退了，我把钱退了，就退了。哎呀，人好不容易排进来，然后他就晃人家，就不想跟人一起玩。没有，他是真牛逼没有。这个叫那个。动物园的故事，嗯，
对，超级动物什么玩意儿？大大逃杀，超级动物大逃杀。我不能劝他换电脑，他马上过生日了，我这时候劝他换电脑，这不是有下文了吗？他电脑还行，我觉得。不行，今天的水友不够，人太少了。不够，不够送的。嗯。哎，影哥。啊？咱哥俩还没出去旅过游呢，走啊，影哥。走。这月我去。这月29号吧，我定一个7天的那个。云南大理游，你去不去？4月29号，我有假，我有假。少将，少将接了个云南大理的商务吧。少将，我就告诉你，这还需要我接商务吗？这么美丽的城，过不过去的。嗯，这么美丽的城市，我的天！你们标点标在哪儿了？咱们只落一个地方，你就不用问。这块是吗？就对，只落着一个。哎，我怎么能我怎么能迅速的下落呀？摁E直接原地。对。啊。我哦。蓝莓冲不错。我靠！我选了一个弓箭啊。咱们远不远？圈啊，圈还没出来呢。我靠！这是什么呀？哎呀！不了。人家报仇来了，队友过来了，怎么回事啊？蓝 AK 吗？不是，蓝 AK 没甲，被人撸倒了，上去帮我报仇。3080突突突，哦，哦，哎，快点，咱们几个集合，省得让这帮人给抓了。不是，咱们是在跟谁作战呢？少将死了，我死在左上角。对，走，这个有战争迷雾的呀！我天哪，我发现。你俩等等我呀！你俩去了不送死吗？我没有甲。你们等等我。这个、我还是现在的大腿，我现在一身。稀有这个大腿。鹌鹑是干啥的？鹌鹑，我一身牛逼装备。哦，那个你说鸵鸟吧，鸵鸟，我也不知道那是不是鸵鸟，反正那个鸟是骑马，就是车。奇怪的胖鬼都死。可以。喂。哎。紫色的 M16 是哪来的呀？我靠，不错呀，他装备。紫色 M16， 我得。队友来了，小心！打死他俩，但是。我力压制，可以啊。没有子弹了，我没有子弹了。来救我！没子弹，你救人，你去救人，没子弹你去救人。上面有，上面有。我去救人。完了，上面来了。我可没有子弹，我都是零。完了，谁先过来打我，谁是狗。摁三拿刀可以砍人，摁三，对，影哥去捡子弹。我也没有子弹了。这 AK 打人太疼了。不是，哎，太厉害了 AK， 太厉害了。我怎么感觉人家都是奔着你们来的呀？是，很难不是奔着我们来。啊，谢谢水塔，你可辛苦了。哎呦，感觉水友们练习过了啊，说实话。有练，就是你们先让影哥研究充值拿皮肤的事儿。这游戏不充值能站起来吗？能吗？让影哥先站起来。我怎么能看我有多少发子弹啊？下边有。来吧，这次稳稳啊。他这个枪是不是有距离的呀？你们都进来了吗？进来了。退一下。好嘞。麦哥，要不然为什么呀？我明明开过加速器。你不哦，开加速器，我爱玩。哦，我还没开加速器，又进不来又爱玩。你这个，等会儿啊，我也开一下加速器啊。啊，那你先取消准备。这个叫做，你先取消准备呀，要不然。OK， 我这个很快。对，要不然那你加速器进去不那什么呀 ？AS 是不是？对，老 AS。
但是是不是没选 AIS 呢？啊，进来了。我进来了。进来了。我进来了。讲啊。我选的 AIS。明天是踩高跷之旅啊！刚才糖豆人就叫糖豆人，糖豆人挺难的，我跟你说。不过我感觉这游戏有点技术含量啊，这游戏。不是，这溥仪星超帅怎么还进来了呢？他们来了。那溥仪星都没在，你说溥仪星超帅来了？这还有溥仪星，溥仪星，他们都来了。谁叫小哥谁是狗啊？完了，这游戏真快玩不了了，这怎么玩啊？他们全来了，二十多个人就不进圈盯着咱配啊，疯了！你们这个游戏吃过鸡吗？吃过。我操，昨天三连击，真的假的呀？这广场人有点多呀，有点多呀，我只能说有点多。昨天三连击这个事儿是真的吧？是真的。前天也吃了。咱们顶峰相见行不行，水友们，相见决赛圈，别起手落这个沼泽跟咱们争资源了。他们都来了，他们都来了，这儿他们也太多人了。落地就是锤啊，保护好自己啊，朋友们，保护好自己。好，我这跟着你们后边啥也见不着了。分兵行进啊，分兵行进。哪儿？射箭火证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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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有个狐狸，别让我看见，看见我闭哪儿呢？没有，不到往左边搜，往上面搜，往上面搜，往上面搜，又能进圈又能舔，上面搜。小松，有人打你吗？没有，我在这儿采访去。他们好像被人舔过呀，怎么感觉好瘦啊？稳住，稳住！水友们打起来好像，啊！哎呦呵，这事儿闹的！哎呦，别打，都是一家人。仓鼠球是干啥的？仓鼠球打什么架呀？小车，小车，可以坐。没必要，没必要，你拉着点儿，你们拉着点儿。没必要，你说就因为缘分让大家相聚了，就打什么架呀？先进圈，他们让他们舔的真是胆敢进去啊！俩后面俩人，我给他们都炸死了，啊，压死了！哎，哎这还有人！哎，这人怎么突然出现在？打他！打他！打他！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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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喂，王源，救！哎，小人下边来打老虎，打老虎来了！我在救人，因为他没血了。能救吗？能。哎，别动啊！你扑！我架枪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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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打！不是，你再这么打下去，没有水友喜欢我了，我老杀水友，我很烦。这以后没有水友喜欢我了，你们老跪着，然后我把他们都打倒了，这以后还有水友喜欢我？很难喜欢啊，很难喜欢。我这他妈也太难做人了，现在，你说我是打是不打呀？我杀的哎来了，打老虎又来了，打老虎，但是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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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点子弹，有点子弹，救人救人救人，我有点那个冲锋枪子弹，我冲锋枪没有子弹了，冲锋枪嘛，我来，抓我，冲锋枪。冲锋枪小型还是小型吗？小型，来，好，还拿着，还有 AK 子弹不 ？AK 不多了，就备弹就20。我该不该打呀？以后你们谁教教我啊？进圈，先进圈。我这一把能杀4个，这以后还有人会给我刷礼物吗？这事儿闹的。我是从来不杀水友。我也没杀、啊、你也就拿球撞人家是吧？我压根就没开过枪。有人，
倒一个，倒一个，点他装备，点他装备，一圈。看见人了，看见人了。来了来了，来扔雷了！躲着点，躲着点，往上躲，往上躲，都上来，都上来！下边一队，下边一队啊，小心点！不行，这游戏我得练练，我操！我脸上，我脸上，你脸上？怎么你俩跑了哥？队友不是刚死了，你俩往上走了？哦，哎，那你们，但是爬爬吗？能爬爬不？我和这游戏他妈怎么赢这么难啊？这节奏很快的，这游戏，比吃鸡节奏快多了。对他们不会从上面过来的，他们会从下面过来。咱们有个几秒钟的时间，快走，快快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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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跑！咱们先跑，咱们先跑，咱们苟着。我没有子弹了。我也没有子弹。我连甲都没有。咱们以后分工行不行？你没有甲吗？我能补一小甲。我也能补，我就。不是这个，你们俩就积着吧。这能出去吗？这出不去，出不去，不行，这不行，得快，赶紧走，一秒缩毒了，出不去。是，快快快！我，哎，怎么砍了？他被砍了！这怪人拿棒子，怎么没有枪我呀？被人圈踢了呀！完了，麦哥，都死了！你被人用剑砍死了，麦哥。啊！他们得毒死了。你必是雄霸天下了呀！我靠，这个也太难了，可以吧？这个游戏这么不友好吗？是谁有对于主播不友好？哎呀，游戏快到头了，快到头了。谁有在感觉在给主播做特训？没有迷雾啊！啊，我扔了个三级甲吗？换了个二级甲。八主，你进来了吗？嗯，你退出来了。我退出来了，我正在挑衣服。你看，哎，小裙子挺好，挺好的。完上完上，完上完上。你小裙子怎么弄的？消费来的呀？消费能买小裙子吗？这个帅啊，黑色汉服。哦，这太帅了。有一个 DLC 56块钱，你可以买一个外套。买不起，买不起，56太贵了。这太贵了，到头了，快到头了。哎呀，这波衣服有点多呀，我得好好搭配搭配下一把。确实是，也不出门，所有全都买皮肤了。你出门太贵了，你说歪哥这种消费能力，你老跟他出门，你说你能不被带垮了吗？带垮，我带多少钱也不够歪哥造的呀。3080突突突是我上盘打死那个兄弟，这个枪是不是有距离？有，有射程。冲锋枪比 AK 要近一点，然后喷子比冲锋枪再近一点，就是这个。这个 DT 是之前一栓三的那个。对，又都来了。全来了。是水友们天天练，咱们想想办法呀！你们要不然咱集体报一个速成班什么的，或者咱雇四个代打在家打，咱们喷水友。我靠！我看这游戏的时候，我以为挺简单的。哎、谢谢改进的超妙枪。不是那个小黑熊再来你们打，我真不能再打人家了。从昨天打人家打到现在了，小黑熊以后把我拉黑了，我得不对不起啊！你们打啊，小黑人家说，人家说有保护咱们的，咱们有保镖，那肯定是保镖。补你的时候，那肯定是保镖。保镖补你的时候都是康康补，保镖都是先跟咱们抢资源，抢完资源开始杀咱们。看着吧，就后面这几个，哼，啊，花里胡哨的保镖都是，自己保护自己啊，兄弟们！能不能来个甲？怎么还有拿鸟捉我的呀？救命啊！我来了，有人来，来来来，快来！我要被捉死了，甲有问题。怎么没有子弹了？没有子弹了，这很尴尬。我没有子弹了，这什么玩意儿？我用的这是完了。
我靠，你们怎么每局能活下来的？我觉得你们挺厉害的了。得练练吧，我们玩了玩两天了呀。哎，来救救我呀！我还有机会，我还能拯救。人家有甲，人家有甲。没有枪，连枪都没有。哇塞，这简直就是黑暗丛林啊！简直就是。这地方我们都练了多少把了才能走出去？我当时队友，当时队友。没有饮料不行，快死了！队友都去哪儿了？还待着呢吗？谁还倒俩了？我还没枪。这把倒俩了。少将，咱们往圈里跑吧。哎，刘晓松已经死了吗？我大鸵鸟接你来。不行不行不行，你不能接我，我得先砍砍树。不是，但是你枪呢？我没有枪。就游戏已经进行到第二个圈了，你是还拿个棒子这玩儿呗？有了有枪了。有枪没有子弹呗？没，就二五块。我血都不满，吃个蘑菇。25发子弹没？嗯，就二五发。好。嗯。我上来找你，等我。快跑快跑快跑！那爪子是啥？割草用的。嗯，对。啊，这打不下。发生过一场激烈的战斗，捡捡狗事儿吧，但是最牛逼的是捡了两把一样的枪，然后没有子弹，滚你！然后一个4发子弹，一个25发子弹。我发现你们不是每把枪都捡啊？挑自己擅长的呗。啊，有子弹。不是跳沼泽太难了，本来沼泽就是对于一个路人局来说，那应该是一个不太被人关注的地方，但是现在因为我们几个人玩。沼泽变成这个煤场，哎呦，最激烈的地方，最难混的地方。兵家必争之地，好吧？兵家必争之地了，已经。我也没啥子弹，全是混沼泽的。不是，主要我没甲，是最骚。这有一级甲要吗？我是二级甲，但是没桃里还有东西。哎呦，不行，你们仨别进来，别进来，走吧，走吧，你们仨。快跑，快跑！太吓人了啊！太吓人了。全村的希望。哎，但是现在可以1-20了。好说，不是个事儿。哎呀，但是老 FPS 玩家了。老 FPS 玩家在这玩可能不太一样。喂，牛逼了，喷子。蓝喷不要啊？你是瞧不起喷喷还是瞧不起蓝色呀？我蓝喷厉害吗？嗯，还可以。蓝喷很猛的。猛吗？猛。这是什么呀？我靠，这绿。两枪就倒近战。是吗？嗯，贴着脸两枪就倒。如果那个打中一半的话，就是3枪。这是什么枪？没用，这毒镖，很废物的一个枪。啊、哦。哎！哇，用喷子，这距离用喷子厉害。这能忍他吗，歪哥？那肯定不忍。这还能卡视角呢，我。嗯、哎。关键他要从后壁过来咋办呢 ？bug。哦，这游戏是这样了，我靠。这可竞技性可强了。对，你听脚步声的，你在这晃，你怎么听脚步声啊，歪哥？嗯。哇，这还能卡视角？对，还能听脚步声。后面后壁过。啊喷！喂。他敢来就干！我靠！喝饮料跳过去，当你面喝血有点过分了，这几个有点东西啊，这个。我操！完了，前有狼后有虎啊！这帮人互相都不打的嘛？他们打他们一队的，你知道吗？哦，这是另外一队。这个图到最后就很小，竞争性很狭窄。可以啊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哦。还得有名物这一说，人太多了，你不可以啊！准备氪金了，啊，是不是还可以？哎，我也能换这个，我也不知道什么。我现在就是还没开过枪，不知道枪的距离，等我开一次。哎，我那小花呢？不不不不不，我这是青春校园风，好吧？我这个是，厨房
帮厨房。你这叫那个什么女仆咖啡店，女仆鲨鱼风。我这个叫裸风超级路。嘿嘿，没进去，退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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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退一下退一下退一下。啊，你是不喜欢我们这两个风格吗？不是，我那个没进去。尹哥得消费啊，你看你小白板狐狸。我还不会消费呢，还现在还不会消费，晚上消一下。消一下消一下消一下。尹哥这不得充个六四八呀？哎呀，六四八。充满成锤，别说了。哎，我应该戴这个戴那个眼镜，就是转圈圈眼镜，一看就是学霸啊，一看就是学霸。哎，我怎么进不去啊？蛮这把可以，这把是咱们家的别人的队伍，没有水友，兄弟们吃鸡的机会来了。你们退一下，没进去，没进去啊，又没进去，我吐了。这外你是不是你直说啊，你是不是有一个女水友，你一直等她，你看不见她你就说你进不去，你是不是有个女水友？不是，你说咱们都不是哥们儿，不是外人，都自家兄弟在歪歪里，连毕星他们这种外人都没在，你说呗。没有，真不是。哎，我可以改成超级骷髅猫吗？我这学霸学生风。超级水花裙，这个，哇！你们哪来的这么多皮肤啊？我想问问你们，就玩了两天嘛，你玩两天你也有，放心吧，就玩两天。我想要还能换的，这个怎么样？来吧，来吧！哎，这个东西它里边那个，你要玩好几把是吧？我懂了。一看就是满眼睛里全是知识，不用看了，这一看上面就这脖子那脖子的就完事了，对吧？又是那么完事儿的。我进了，我一看就是出道的女团舞啊，都来了。这个有训练模式吗？有单排模式就可以练就行。对 ，OK， 今天晚上不睡觉。不能傻、啊，怎么这么多人啊？都来了，盯着我出来，他们都来了，这咋又完事了？全是。这肯定是这把就是但是等着那个水友进来了，进来了，对，我知道了。哦，小胖子等小黑熊是吧？我知道了，可以啊。这个其实看着卡通，其实是非常黑暗的一个游戏。那肯定全是诚心弄你的人。完了，没人跳吗？不是大哥，我靠！你妈带的换个地方吧，带你妈一群没用，你换他妈哪人家都逮着你。哎呦，三级甲被人捡走了，三级甲。二级甲。哎呦，可以啊！我跟梁晓松甲挺多啊，说实话。哎，我裂开了，兄弟们，我真的不行了。在哪儿啊？状态极差，我往下面跑一跑吧。啊！我又打倒一个，我不补了吧？你怎么把熊熊大宝贝给打死了？我不但打倒了熊熊大宝贝，他队友一口甜也倒了呀。这个我不补了吧？怎么我队友这么不放过人家粉丝吗？这事儿闹的。有人，我这边有人。能够弄射他，利用绿 AK， 我这有人，来，在路上，哥，等，有点远。你是什么颜色呀、啊？我是绿黄，你往右跑，我在你右边。还好我是。你们在哪儿呢？来，帮你卡着，先来干去，喝架枪。你们在哪儿呢？看 NM 看地图，也可以看小地图，各种颜色。Oh, OK， 你们有绷带不？没有，我有一个。来，你几级甲啊？我三级甲。三级甲给你绷的。金质水杯是干啥的？地上。没什么
这把在圈里吧，下海边走吧，海边走吧。走走走走，往下走。小松，你血不满啊？我没有血。下面填填，有的是。哎，这血都给你。好消息啊，我们全数都在啊。坏消息是我们并不是很肥。嗯，确实不。哎，这有一个三级甲坏了的。坏了的。啊、坏了。坏也比好在哪儿？这而且这个还有一格甲，不知道是谁刚才用过的。捡了，但我没有胶带呀。是吧？你一会儿找胶带好不好？啊，胶带啊。哎，这有胶带。哎，还有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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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毒了，毒了，毒了，毒了。我再找一个胶带。这是二级甲，这有个二级甲，满的满的。我插个胶带。哎，不是，这里啥也没有。哎，不是。啥也没有。看见二级甲高，我看胶带高。有人吗？好远，哥几个，好远。我知道，我上面，知道我上面。你们退一退，我真的离你好远，我走丢了。退了。往我这边，你们往下退一退，往下退一退。啊，没想到咱们完全不是一个方向啊！给开。往中间走，中间走。好。我缺一个胶带。啊，汇合了。你缺一个胶带吗？我给你。我缺俩。你舔完了，你打上，你再给他一个。我就俩。够。这把有点穷啊，胶带有点少。什么东西啊？省了点用都。臭榴弹啊！这是毒气。哎，有人一堆，在右侧。哎呦，我下面他从下面照了。这个人疯狂要补我，我击倒了一个。下边有个人，下边有个人。两个。Black。哎呦，他好准！我靠，这下边还有呢。这下边是来了个人。我救人，你先爬。他们在救人。他们在哪儿救人？他们在左边。过来一个。救！我来救你，哎，我崩了。别动，对，快救！一个臭蛋。打上了，完蛋。他们也救起来了。这是不是有点难玩？我操，这游戏有点难啊！这个是不是很有竞技性？跟是不是挺上头？跟刚开始玩的时候，就你理解的那个游戏完全不是一回事儿。对，我完全不知道我在干嘛。你是不是觉得很有竞技性？我最后一把了啊！好啊，好。这服装也太好看了。各位吧，太难了。我到那没开过枪，没开过枪，啊，不会吧？这我每次看见人我就倒了，然后或者我就去救人去了，是吧？原来问题在这儿啊！哎，这游戏只可以玩一阵子啊，感觉可以玩一阵，就是在所有人的水平还没有提升到咱们追不上的那个阶层的时候。我甚至感觉可能我们发挥最好的一次应该是昨天了。不是，问题是谁有架不住会追上咱们的。哎，关键咱们白天不练的时候人家疯狂练，晚上就过来就为了狙你。想想得了，我不能，我好饿呀。我靠，这水友小皇冠都带上了，我跟你说。小皇冠是干嘛的？吃鸡，吃过鸡。这个吗？必跳女团舞。不好，我感觉人家还有队服呢，我天！你们不能给主播留点面子吗？他们说打我们不需要白天练，下班随便摁两下就能打。真行，不能给主播留点面子。我告别这游戏，太难了。我操，这么飞！
拿那 AK， 英哥。我很强，谁需要保护吗？我很强。我很弱。我巨弱。我下来看看你们在哪。我去，是谁？影哥往下搜啊，影哥，他们都 OK 来了来了，放心吧，干死他们。哎，这边还有人扔抽油弹，谁扔的呀？我靠，这是什么枪啊？怎么看啊？这怎么挑两个没看见？弩！哎呀，这事儿闹的。色的，真是。这事儿闹的，对不起啊。我主要是不太肥，我就杀你舔一下。你要不要去找他们俩？他们在下面。走走走。我有一个紫色的武器，你要不要？不不，你拿你拿着。这是什么呀？忍者足具，我靠！走吧，进圈吧，上面是圈，走吧。走吧，猛了吗你们？出山了，兄弟们！你们有没有富裕的那个小怎么扔雷呀、啊？四，我可以给你个绷带。来个绷带。是三级甲吗？是是是。兄弟们集合吧！好，咱们三个三级甲，可以啊，厉害了，硬刚、啊。尹哥记得多开枪啊，尹哥。必须的，我是弩。别用弩，弩真不行，就用全自动枪不行吗？没找着，来了来了，我先往这把就输在用弩这个人身上了。我是紫色的弩，但是咱们别往前推进了，咱别往前推进了，咱们就压着边吧。好，在这儿了。这屋里能舔吗？有人，小心！哪儿呢？这儿，你看见吗？看啊！我靠！我得先喝药了。哎！没事啊。谁死了？这是。我的子喷子！给我把他，给我杀了！杀了他！我给他杀了！不是我杀的，我是我杀的。发兵啊！这个是苗将。我给复活，不行不行，这个三甲烂的，你舔。你把甲舔了。哪儿呢？好嘞。谁的三级甲怎么那什么呀？怎么还有血呢？哎，进圈，一眨眼睛进圈，被卡住了。没事没事，来，别走左边，走左边，右边有人，走左边。他真的来得及吗？我怎么感觉？哎，你按住，按了 Q 一直加血，对。我怎么感觉他牛逼啊？他死了吧？死了。这是个河呀！这他妈是个河、啊。有人帮助左边，完了，右边拉，往右边拉，外哥，往右边拉拉拉。跟他们，他有点大，现在不行。今天晚上你练练就行了，没问题。你下午不是玩的早吗？你下午练。对对对。没事，这个东西我们积累了6小时的经验值了，你才积累了1小时。对呀，小黑熊被杀了，还挺惋惜呗。维京小黑熊死了。啊，那不惋惜。杯子我的，灭了灭了，大哥，都死都死！我靠，你们两个这么强吗？没啊！曾经的我和歪哥那驰骋江，歪哥快走吧，那不行了。走，压住边。有人，我这块一堆人，我这块往左边走，左边走。啊，我差不多。我是真没血，我得打血。左边全是胶带。白哥，左边有人，你可把胶带捡了？哇，他怎么我满了？怎么满上的 ？OK， 那我也去捡你。咱们等一等，16秒了。让他们打。我靠！别管。你看在世玩这游戏。我靠，那是加特林，倒一个。哎呦，我倒了。都炸起来！你往后点，没事，不着急。别乱扔。
八秒，七秒，咱先跑，咱先跑，可以啊，先跑，先跑，马上拉着拉扯，五个血，你带大甲，你带大甲，没事，不急，我带，对，咱俩，我雷全扔光了，我就可以抽油弹，再上下各封一下，咱俩踏实打，我靠，这战术，啊，踏实打，咱在圈里，没事，不慌，可以，他们12个人。上面有人，我在给压力，我在上面，你在下面，刚好。哪边来人说话？疯狂来！卡住，卡住，卡住，卡住！漂亮，查理斯，漂亮！还剩一个，你先上弹，你先上弹，上弹在中间打血，打血 ，NQ，NQ 稳了 ，NQ。你喝，我靠，对，烧他，烧他，没问题，你血多，你血多，咱必吃，我靠，咱们吃鸡了吗？你别离毒太远，哦，我靠，打药，打药是永远的神，永远的神，哎呀，完美收官啊，完美，完美收官，吃了个鸡走的，哎呀，不丢人啊，对，拜拜了。拜拜，拜拜，你们还玩吗？我可以搞，我可以搞。那咱们就带个路人。可以。就哪个水友？我靠，你们就是吃鸡了。就幸运水友呗。尹哥，不拿你说啊，尹哥。我跟帮主都是双人四排，我也不是你能不能带水友乱吃？不是你能不能告诉我，我怎么把那个皇冠给带上啊？就是那个。自定义，自定义里面有第三项是帽，第四项是帽。礼物嘛，真行，真行，真的，哎，什么白努力，天天白。我为什么没有啊？我为什么没有皇冠啊？哎，算了，不想努力了，就跟尹哥一样也挺好的，对吧？就滑呗。嗯，就怎么？什么主球就得了呗？谢谢君君的告白气球，谢谢谢谢，啊、谢谢君君的告白气球。我那个。嗯，我为什么没有自定义？没有啊、然后第四项是个帽子，看见了吗？看见了。自定义啊、然后帽子里你没有皇冠吗？没有啊，可能要站着吃鸡。啊，有可能，有可能。你里程碑，里程碑里应该是有里程碑点数据领取皇冠。数据左边里程碑数据，嗯，应该领取。这要这个三块几号？还有这个。胜利场次那个那项 ，OK OK OK， 行了，完美了，我来了，宝宝宝宝，怎么退出去？哎，我怎么没带上啊？这有请，带了不带了，我不配，来吧，不你带吧，你点里程碑，把那领了，再点自定义，然后选那个帽子，哦、对对对这青柠级的告白气球，对对对对谢谢，就带上，哎，有了 ，OK OK。Go go go！ 哎呦，真的，玩了三把吃鸡了，连枪都没开过啊！你说怎么弄？你就记住，见面还是得先开枪。行，因为气势咱不能输，对吧？哎，这个刘晓彤最帅，最帅怎么成水友了？成队友了是吧？可以。哎，怎么成队友了？哎、成队友了，你看看。可以啊。你俩强啊！我以为你俩也不会玩呢，我靠！我俩在这游戏里人都是人送外号“大粗腿”，大粗腿，牛逼牛逼牛逼！哎呀，这水友都加入了。场均 KD 六，好吧，我们场均 KD 六。你说这带着刘晓松最帅吃鸡了，你说这刘晓松以后还带不带了？带，甭带了，大是带也白带。就不会聊从小号了。要从下播苦练吗？那也不是他练，是王晨旭练。但聊从玩这个确实还可以，我觉得。哎，相当玩这个算不错了。
这个玩意儿不要是吧，玩没用，我打跑一顿，打跑一顿啊，他们好几个人，我当时过去，我喊班的马叔，吾乃上将潘凤无双，然后他就跑了。谢谢豌豆包。聊天一下，咱们队友都活着呢哈。谁呀？都三级甲了，俩人都三级甲了。香蕉是干啥的？你们知道？我们分配。对，香蕉的话就是比较看运气，别人踩到香蕉会滑一下。哦，我们分一下，我就拿抽油弹控地形，然后我拿雷，我就拿香蕉。OK， 你也可以拿抽油弹，抽油弹比较实用一点，封地形。手雷和抽油弹性价比比较高，是吧？我这我这。啊，我有点远。来了。比哥。救一下喵酱吧，喵酱不行了，扶扶他。我打倒一个。对不起，有点远。我击杀了一个。赢了吗？把水友先救起来，我把刘晓松。哎，又来了。我到了，哎呦。哎呦，躲，喵酱躲。哎呦。哎呀，完了。为什么我会一直？嘚嘚嘚的呀，因为你他那是 dot 掉血，我只往上面走，知道，就是你俩了呗，我就一喷子，主要是不太行。我抽油弹封一下路啊，不行，咱直接走，直接走。完了，我感觉帮主要死了。这有球，你坐球走。好，我喝口血。先喝口血。远吗？不远，马上到。没血了，我得捡点血。哎，来了！喝他的血。点把冲锋枪。他们应该堵死了。现在其实关关战挺好的，学习阶段了。这上不去。别，毒又刷了，帮助。哇，这把好穷啊！哎，上面有人。不管他了。我捡个甲，对，马上来。学习一下。哎，好像可以捡那俩胶带。哎呦，有。小心啊！进！嗯，这不就是蒲熠星最帅吗？是不是？应该是蒲熠星最帅吧？打个血。蒲熠星玩这游戏厉害吗？那也太厉害。也可以。哎呀，下次这种游戏第一时间跟我说一下，让我也自己练练。我的问题，我当时觉得还行，我就把这个推荐给他们了。我忘了，我尹哥也开播了。我的问题，嗨，就是怎么回事？是我的问题，我主动承担责任，好吧？那得承担大责任。对，明天就是小熊他们老来我直播间刷礼物。哎，我把你这知道也行，其实啊，也行是吧？哎呦，哎，打起来！过了呀，大哥，这下边三个人得打，很强，快跑，打不过，很强，近距离。嗯，歪哥，你这身法现在感觉是顶级的了呀。那可不。嗯。艺术主播呀，不愧是前职业选手，就是我被学习之楷模呀，尹哥。那肯定。嗯。学不会。我什么啥也没有，巨穷。我靠，狙！哎，你妈！哇，你这还能躲过去几枪？他妈三个人在这边，
相当可以了，相当可以了，苟不住了，人太多了，哎呦，气死了！这游戏挺好玩的，为什么在线人数总是两万？它这数据是假的吧？什么可能？你在哪看它在线人数两万？右边不是有个在线人数吗？就屏幕右边，它每天都是两万，哎，没一次超过两万二。我怎么看不见？我瞎了？不就右边这有一个电脑敲字员那个位置上面，在线人数。要降准备。啊？就你也不能每天都是两万整。哪儿行？我怎么没看见？这好久不用电脑，你们看得见吗？电脑敲字员哦，是不是设置？影哥，你游戏设置里面把那个全体聊天关一下，因为这是亚服，会有奇怪的言语。怎么关 ？ESC 游，然后把全体聊天那勾去掉。哎，我进来了，你们进来了吗？我进来了。哎，那怎么没有队友啊？没给匹配上吧？给了个韩国队友。哦，可以。怎么看队友啊？我这都没有队啊。右边。右边有四个血条。哦，这儿有血条，我天哪！哎，哎，水友们都是单人四排吗？这把那个魁星大美女交给我，都别跟我抢，好吧？我亲自跟她会会。好。听说她很强啊，我亲自跟她会会。跳了，跳了，跳了。这韩国队友，这个提前用恩义吗？你可以看好底下，比如有件装备你想要，你可以直接原地就落了。所以我就领了个血瓶。哦哦。刀叉是个啥？香蕉叉叉。妈的！怎么没啥人呢？咦，这个微冲可以了。怎么说这把肥吗？那有人，那有人。哎，你怎么这么远吗？本来在下来的路上。往我这边靠吧，哥。往我这边靠吧，这边没人。打死他！我走，我跑这儿了。再见。我这边有蓝冲锋。除了三级甲，我这打起来了。来了来了，你是蓝的还是？哎呀呀呀呀！你是紫的，有点远啊，哥。右边一个。我再来路上，影哥，你火力压制一下，我马上到。影哥，对，等等我。影哥火力压制。来了，影哥来了，他们漂亮，影哥。啊！不行了。这完了，我到晚了，我的问题。没关系。我靠，这游戏打上头了啊！上头了吧？四个人有点多，四个人有点多。啊？我们退吧。哦，那个是韩国队友，不用管了，韩国队友不用管。那不是，我看了，名字叫什么什么？哦，那不是大侠。哎呀，我上头了，我还以为是，你是水友，我就追过去了，是吧？我他学水友穿一样的衣服引诱我。那有问题，我看见水友我就冲动了，我没忍住。水友还有衣服呢，还有固定的衣服呢。哎，那几个水友长那个样儿，哼，你看见他就过目不忘是吧？过目不忘，过目不忘。哎，以前这种横屏的射击游戏叫什么类型的游戏来着？就你说这小黑熊，你能忘得了他吗？忘不了，就睡觉做噩梦都得梦见这只熊。
他们排不到了吗？这游戏还挺好，感觉人多了。白哥，你资源广，你不是什么大象工会的吗？你给联系联系这个，接个推广啥的呀？这游戏哪能找咱们推广？不闹了。保护也不知道是真的保护还是假保护，有手也有手。好像人有点多啊，这个沼泽。这也太多了，下看不下我。往下面搜，往下面搜，往下面搜。往最下面飞，往最下面。不会有特别好的枪 ，B 是不可能。打一个。哎，我怎么卡这儿了？没假，这就死了一个，我天！嗯，我小左轮干倒一个，够准的呀！哎，有人，有人，快快快！来路上，来路上，有点远，我拿个假，我砍倒了，我给他砍倒了，漂亮，漂亮，英哥，这就是。实力啊，天赋！影哥打血 Q Q， 这是说要保护我们的那个谁被影哥看到，我都看到了。这个水友要黑化了，以后就盯着玉斋影杀了，盯着喵将杀了。什么东西啊？说什么呢？他说喵将多多少少得有点问题，现在什么东西啊？没事啊，你只是得罪一个不该得罪的水友。劝不劝？上面打架劝吧，劝一波。那我劝我我来找你。死一个，死一个！哎呦，但是我被炸了，我不行了。放进，我跟他干死了，干死了，干死！快快快快快！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他们都没血了。哎呦，我倒了！大哥加油，你和这个队友很可靠。漂亮，歪哥！我靠！扶一下，扶个孩子，还有晚点啊！还有人，还有人，关系啊！还有一队，还有一队。我操！完了完了！虾仁还是要诛心啊！这怎么能活下来啊？主要人太多了。这游戏其实也跟咱们之前玩 Apex 似的，就是劝。你去别人的时候，别人就来劝你了。这个比那节奏还快，这缩圈特别。对，这个扶人打药特别。高反应能力啊，这个得。哎，我离那个群就差一点了，今天能买了，还差300，再吃一把鸡稳拿公主群。你们进了吗？进了。我没进去。走吧。正好队友不是什么正经队友。排个水友，我不太了解这个机制，我无法把这个二维看成三维控制。你看，但是他就容易，他就知道怎么给他控制这三维，能挡视野是吧？一口甜，哇！啊，什么意思？这一口甜怎么离开团游戏了？就瞧不起咱仨呗，硬穿想杀。那水友是啥意思？一口甜是水友是吧？那就是他不想跟我们同流合污，就想弄我们呗。对，他就想他跟我们一个队，他就没法弄我们了呗。行，皮特沼泽。别懂了，我直接落这墓地，直接落墓地，就是过分。哎，墓地好穷啊，感觉。不落墓地了，往里落，往里落。哎呦，有个蓝喷喷，走你！给我涂脸，向西家走。嗯，出两个完了，完了，完了。
好的。可以啊，像这家的枪法，一看就老 CSGO 玩家了呀。不要跑那，往上走吧，应哥。哎，我这怎么有人？有人？有人？跑跑，往下走，往下走。那头驴，怎么没甲？这是玩的一个吃鸡类游戏，还好，就看着比较简单，但其实很难玩。韩王，你可来了，我灯都灭。哎，我有点了解这游戏怎么玩了。吃蘑菇是啥意思？就是地上有个绿蘑菇，可以回一点血，但不多。像这种我就是。影哥，草太平，不没好装备，进屋舔。影哥，草没好装备，草只有子弹和那个普通血瓶和香蕉这种东西。OK OK。屋里，怎么进屋？我没枪，就离谱。捡起超级子弹袋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没关系，就是子弹更多，没什么用。最好是那个金杯子，或者那个打绷带那个绷带条比较好。金杯子，金杯子，说金杯子就来金杯子了。可以，金杯子是打血加25%速度。金质水杯这儿还有。谢谢韩王的毁牙一号，感谢感谢感谢。谢谢韩王。哎。哎呀，这还是个水友呀！你看看这事闹的。哎，田波，影哥这有那个什么？你能救救影哥吗？哦，我他这有好多绷带，仗义啊！这水友乱送，也送一波啊！说我没脖子，你这什么逼？不是找死？忍者足具呢？忍者足具是那个静音。走路的时候声音小，但是你按 Ctrl 慢走也可以。还能按 Ctrl 呢，我天哪。什么玩意儿，蒲熠星大美女在屏幕左上角乱杀啊？这可能吗？这么强力了吗？乱杀了吗？往上走，往上走，往上走。哎，咱们左下角有个人。不要理他，先进去，先进去。咱们左下角有个人。又不是我，再进下一个圈，苟着苟着苟着，这点这点比较少。哎呀，空投空投，什么东西？空投，他一会儿什么东西？等会儿他一会儿给你找个空投出来。是土豆，你哥是土豆，什么土豆？是鼹鼠大土豆。我给你个空投，跟他走，跟他走，影哥，跟他走，跟他走，跟他走。你拿，你拿，你拿，我拿了没用。你拿，加特林，加特林，手换加特林，这是手枪，消音手枪没有加特林。我不是，这个是加特林。对，那不是消音手枪，那是沙鹰，那是沙鹰，金沙鹰，不错。走走走，进圈进圈，哦，上圈上走走。我操，这儿有一消音手枪传说的，我没换。别换。那个什么，影哥，你加特林啊，有0.5秒的蓄力啊，你就是先蓄上力，再拉出身位去啊。先蓄上力，再拉出身位。OK OK。对，懂我的意思啊。OK OK OK。要吃了啊，要吃了。影哥，一会儿你就冲前面，你就突他们。你们能别动吗？听听脚步不香吗？非要晃干嘛呀？听听脚步不香吗？至少知道人从哪儿来呀。我感觉这儿就要来人，我感觉这儿就要来人。
张的不行，左右乱晃。哎，来了来了！别打！别打死我！打死我！打死打死！亚特林撸他！哎呦！完了！我操！我怎么直接给我弄死了？他用雷打。炸死！我靠！但是了，但是，身法小王子。身法小王子了啊！哇，漂亮！但是一 v 二，一 v 二，哇！哎呦，不行了，还差一个，这一 v 二，有那个都跪下了，一 v 二，差一点点。哇，这就结束了，这一场这么快就决赛圈了，这节奏很快的。对，十一分钟吧。我还以为咱们这是在什么阶段，我一看就剩一个人了。换一套衣服，换一套，等我换一套啊，换一套。这游戏有点东西啊，这游戏。差一点，差一点啊，差一点，哎呀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哎呀，你别说这游戏，哎呀啊，已经很强了，猜个盘吧，拿那加特林好了，加特林那个我一次都没用过，每个人适合枪不一样，都试试，不吃亏，对，就是。我感觉刚才象棋世家诠释了一个词，什么词？灵活的胖子，哼，上下翻舞啊，龙飞凤舞。只要是球吃鸡游戏，就是球形闪电了，是不是？对，球形闪电了。我们怎么又没有队友啊？我们是不是没队友？球形闪电。哎，来了个水友，水友来了。为什么你知道他是水友啊？三零八零突突突啊！哦，三零八零。奇怪的胖子不能是普通玩家吧？隔壁有一个。还是奔那个墓地跳啊！墓地有时候能有三级甲、啊。嗯，看运气。蹦。我是橘黄色、蓝色。墓地呢？完蛋，崩崩，啥也不是，啥也没有。往右边靠啊，咱们谁紫色人？咱们左边有人。喵酱，你往右边靠，喵酱往右边靠，你都往右边走。哎呦呦呦呦！我要被水友救了。啊？你倒了？水友在你旁边是吧？对。啊！我被补了，我被没脖子补了。哎呦！去帮你干那个没脖子！爆抄！我靠！倒！这对全灭！小心没脖子！哎，没脖子被别人杀了！我再喝个血，我喝个血。哎，我这儿，我这儿，我这儿，哎呦，啊！你往我这爬，我上个蛋。我架枪，他救人。牛逼啊，兔子兔！我把他赶走了，没事没事。他不知道我血了。那是开车的，看见看车的。我他妈差点给你撞到。嗯。完了，
怎么吃血啊，我天哪，打一下枪没了，吃血的 Q， 然后还有 C 打绷带，怎么还能同时死呢？啊，就是两发子弹都打出去了呗，漂亮，好家伙，乱杀啊，乱杀，哎，这盘确实谁有赢了不多说，只有趁我们病要我们命啊！不过三零八零突突突表现的不错啊，活到了最后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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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不错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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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没进去，再准备一下。那这是吃鸡游戏啊，二 D 吃鸡啊。蹦蹦蹦，鸡老虎。我有粉老虎了，兄弟！这水手也太认真了。哎，帮主，你那个每盘怎么加那个点儿啊？就是那个选，你选完人，就是他，你比如我现在玩猫，我那个猫一直29，怎么增加呀？它是随机获得的那个某一种基因，哦，并不是说你想练哪个就练哪个，哦，随机获得某一种基因。运气好就一直好，不是获得这基因是干嘛的啊？哦，我忘了结账了。我这盘那记不得结果就留盘。没有，我开的是吃不吃鸡。嘿嘿。哦、谁给我这哇哇哇的？哎，你能看见哇哇哇吗？对，队友是水友，对，是水友。哦，哇哇哇就肯定是水友了。对，技能了，跟我们这儿。这也是水友吧？好像也是。对，他哇哇哇肯定是水友。这个乱打人也是吧？怎么打？就盯着我打呢？别人也不打，肯定也是水友。你们每一把杀多少人啊？啊，吃鸡的时候能杀4到6个吧？不吃鸡时也就1到2。7、8个我好像没杀过8个，打扰了。麦哥对影哥，咱是搂着说还是看着说？说多少都行。看情况。完了完了，哥，给个机会好吗？给个机会，给个机会。别，没有必要，没有必要。上去帮你，我上去帮你，收拾他。帮你啊，影哥。他这上面有一人打我。我知道。是狗。我必教他做人，教做人，我没枪，嘿嘿。那往下点呗，往下，你往下跑呀。我这被人舔了，我这会儿应该是很快就要遇到人了。完了，我被狗杀了，全完了。我来了。哎呦，救一下！救一下，漂亮！救！反手救完我，反手就把这个箱子得开了，我大补一波，我必大补一波。可靠的水友啊，可靠的水友。要进圈了，这么快就还没干嘛呢就进圈了？嗯，毒来了。我感觉这把我装备还可以。我觉得有时候手枪都很好。可以，肯定有战斗力了。我这把白冲冲，连喷喷都不是。左边有人，左边有人，看见了。什么叫玄学绷带？哎，这儿。这底下这块，来，帮主，这块。跟着你。射中他了，好，那三级甲，有个好的二级甲，你们谁来？好的二级甲，好的二级甲，坏的二级甲，得找点绷带呀。都是谁有？有点抗。我刚把这弄完，
我想要胶带。我能分吗？我有三个。你有三个，你可以分一下，我打一下。你按 I， 然后把胶带拖地上，我打上再给。左边有人啊，往右边靠，尹哥。然后我还得摁一下 I 是吧？没有，我给你扔地上了，尹哥，捡。哎。没见着，就这么着。右边贴，小心雷。别往前去了，反正是水友。警察，你说禁毒，禁毒，禁杀，禁杀。后边，后边，后边。加油，加油！上面有人。哦，我应该是再见了，我也没了。哎呀，被毒死了，我被毒死了啊！对，都被毒死。这好像一点没……哎，咱们以后第一个穿山就直接进圈，就不打了。对，这个游戏太慢了。这哥们儿是真的马，补了我三枪没补死，是真的马。不行，我们还不配开吃鸡，不开了。会了，但是我们你可以开三杀，我熟悉了，知道这个游戏的节奏是什么样的。可以开三杀。哎，我要换小粉老虎是吧？鸡可以得动物皮肤，我怎么看我的鸡呢？粉老虎一般呢，粉老虎带这个。我怎么老虎那么多呀？我怎么没有猫呀？我想要猫。弄个粉老虎，这里边没有小胖兔鸡吗？有，但是你是随缘获得基因的。哦，弄一小胖兔鸡啊！那得让玩具枪来吧。这个游戏叫那个动物园的好朋友们，我们是不是没有那个队友啊？这盘不是这游戏，对，这游戏应该叫皮特沼泽的，水友们，水友们。皮特沼泽是我家，大家都要爱护他。慢跳。哎，我卡住了，我没跳好。哇，中间还有一个大中国庭院呢，这是哪个国家的游戏？不知道，没研究，不敢问。我操！快跑！小黑熊捡了个绿 AK， 快跑！我没有枪，想去家干他。跑太快了，跑。不行，我他妈怎么四个人呀？一见面我操！往后爬。你打我干嘛呀？不是喵酱，你打我俩干嘛呀？知道了，快跑！我打倒了一个，打倒了一个。我知道。后边。哎呀，别打墙，喵酱，回去了。可以啊。不是给他们打退了吗？不是，我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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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这个确实可以。咱们溜吧，只有五发子弹了。咱们溜吧，左边在朋友圈左边，赶紧走，活下来就行。看错了。左边走，一直往左边冲，活下来就可以。我的妈呀！当时我在这救人，给我吓坏了，一顿干啊！我说也不掉血呀，怎么？看错了，这是什么呀？狙。子居，这被人舔过啊！但这有二级甲，好的，来来，进来，有二级甲，好的，还可以。还行啊，这地儿没那么差，比想象中的好。
进来哪儿的？我靠，这块挺肥啊，还在圈里，关键是还有甲吗？左边啊，甲吗？这房旁边房子你看看，旁边房子我可以。我靠，对面有一个大哥刷屏了，杀人杀的，这么凶啊！那必是有实力的好哥哥。这个假设。没事，进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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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这蘑菇长得好少啊，咱就直接往里进得了。艾根，你在哪儿？就在我这儿，就在我这儿。往下走，别追，追我狙了他一枪，他没甲了。后面有人，后面有人，退出来，退出来，快！退不下来了，退不下来了，崩了。在房间里队友不在，一定要退出来，要不然咱们操作不了。对，好，吸取一波经验啊，下回咱就知道了。好，我在门口瑟瑟发抖，谁知道咱里头几个人啊，瑟瑟发抖。哎呦，我没告诉你们几个人，主要是啊、嗯、对，你这一般都是说的详细一点，咱们主要少个人、嗯、天生少个人。哎呦，我这也太洋气了吧，这帽子，啊！我你们别了，这玩意儿，不就一个小图片吗？这个我不可能花钱，不可能花钱。没进去，我没进去。好，再来。这一会儿配上公主裙儿，这不是，对，这不是拿捏了，对吧？这不拿捏了。啥？还带小黑熊了？这小黑熊跟我们一队。嗯。终于不用痛击小黑熊了。小黑熊是不是玩的还挺厉害的呀？我听你们老提。就是、如果小黑熊没进到游戏，但是就会说那个他那玩意没进来重进。对、啊，这真的假的？小黑熊是我找托儿，昨天被我拿球撞死了。对，就这关系。演员安排好的。对，如果用翻译成你能听懂的话，就是小黑熊就是大树，懂了吧？哦，大树啊！我天哪，社会你树哥呗！梆梆梆梆，在航线这把还跳沼泽，纯航线也跳啊？跳乱跳，好嘞，你要想跳个别的也可以，其实。不是，我就怕纯航线，咱们拿捏不好，从哪儿起跳，你知道吗？嗯，我就跳墓地了。我是僵尸兽进化，一个横版吃鸡，就是比较轻松一点，没那么累。对，而且轻松一点，还是有一定累天花板的效果的。水平参差还是挺不齐的。完美落到 AK 上，夹着上面一夹，上面一夹，对，我知道他去哪了，那是不是得上去打？我靠，跟他互倒了，来，这儿是来，我跟他互倒，小心下边，小心下边，倒了，漂亮，砍死他，就来一个大狮子头。倒了，漂亮！我就队友，咱们队友的实力太团结了，咱们队也太团结了。你先打血啊 ！OK， 好家伙的，打假，没有血，不是小黑熊，你有点懂事啊！他三级甲不捡，留给我，他有点懂事。漂亮！不愧是我手下留了好几波情的队友。小心，那边屋里有人。哎呦！他们在打一个。我操！我这边不行了，救救孩子，给点火力。
好，好，我打倒一个，他们在救啊，要死了，可能。我上去帮你，小黑熊准备掩护一下啊！上面，上面，上面，上面！没招，没招，没招！又来了俩。哎，他们两队打起来了，我往下爬吧，还往下爬，往下爬，往我这爬。你们管管影哥呀，影哥也是有实力的玩家呀。小心点，上面来了，上面来了，小黑猫！我靠，这、哎、硬补啊！硬补啊！就是硬补。下边紫猫，紫猫，压力很大啊，压力很大。哇，这个蛋太有用了啊，这个蛋，烟雾弹，也有个紫色汤姆逊，你们可以舔舔，不知道是谁的。宝车，一宝车，那个狐狸，那个狐狸。熟人得干他，来了，汤姆逊可以啊，哇，这个射程好远啊，嗯，汤姆逊可以进圈吧，右边是圈，先进圈搓毒，嗯，我三级甲被他们牵走了，哇，小黑熊最后还为你挡子弹呢，是小黑熊可以、啊、小黑熊发挥不错，发挥不错啊，也不枉主播等他那么多回哈、啊、那可不里程碑又能解锁了，我看看里程碑解锁什么，这游戏挺上头的，我告诉你，这不错呀、啊、这帽子，这游戏帽子可以玩着会有进步的一个游戏，这是这身装备，对，但是这个小黑熊在直播间确实没牌子，有一说一。这个服装也太慢，冲冲冲！我得想办法，想办法提升自己，是那意思吗？对对对，我得想办法躲在你们后边一点，对，就抱团走，就算倒了还能有人挡挡枪什么，这个地儿够远，应该不会有什么，不会有什么，希望是，希望是，跳了跳了跳了，古玉星超帅，我靠，拿喷子往下子，里边有人，有人，喷子，我操，快，我操，我说来跟上，好，干，喷子，每次这么背啊，这我就退了，这是一哥，来哥，下来，我操，搞了，他还有个队友，补他，补他，还有一个，哎。怎么回事，喵叫怎么倒的，被别人打死，被喷死了，没在同一个位置了吗，还是得贴近一点，嗯嗯嗯，一层喵叫，还有个箱子，我以后我宁可不，我宁可不捡枪，我也要跟你们在一起，没有这二级甲来了来了，摁 Z 标记啊，那个喵叫回头摁 Z 标记，摁 Z 标记，哎，咱们是不是应该往上面稍微走？对，对，我的意思是这边人少，我们舔完了上去。嗯，好像还行。哎，这个鼹鼠快递有点远，打扰了。这个蓝 AK 也太关键了，我这波起大飞了呀！哎呀，大家点点订阅，谢谢。
怎么底下还唱上歌了？歌厅。歪哥，这个太嗨了！常去这地方啊，歪哥。有人好像。我卡一下左边、独边吧，稳重，稳重，好吧？这把腿挺粗，稳重，好吧？这二级甲里头，不要的吗？我想拿消音去。刚才那有个紫消音手枪。谢谢订阅。完了完了完了！我靠，这能赢？小黑熊喷子是连喷，马上到，马上到。人呢？死了，死了，死了，死、哦、死了，他给喷死了。你们这也没舔，左边还有个人，没来不及舔。在土里呢。哦哦，那必架死他呀！他进屋了吧？到屋上面看。哇，这个好肥啊，这个太肥了，谁这么当仗义、哎、要点三甲甲给我、这个游戏还是得活下去、嗯、我这个圈有点远，赶紧进圈。鬼星超帅，我打个甲吧，都没有甲。从上头进的啊，后边，后面吗？对，底下，走着呢，没进，没进，没从这儿进，应该走的右边。在站上，好预判。打个，啊，带式这枪。打个甲，打甲，上个蛋，五、哦，呜、哦，这好肥人，哎，三级甲，舔舔舔舔，我要吃了呀，上面有人，上面有人，上面有人，鬼星超级帅往前爬，我能救能吗？前往里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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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往里爬。下边两个不行，这俩人太那个，往里爬，往里爬，现在是这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他爬不了了。你啊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要走多少、啊、这真的没招，人太多了，人太多了，主要打完一个又出来一个、哦、对，我们打了好几队，上下纷飞，各站一队。谢谢江美璇的粉丝牌，感谢订阅。哪个裙子好看？所以我们挑一个，左还是右？左边还是右边？我能穿衣服吗？我有衣服可穿吗？不重要，这东西都不重要。你也可以啊，就是没有啊，左多一点啊，那就左。哎哥，我也不瞒你说了，好吧，我今天是一颗公主心，好吧，哎哥。可以，公主。谁还不是个宝宝了？来，高兴。这个配色白雪，这是白雪公主的。你这绿色裙子有点差意思。我现在黄色，我白雪公主，你没看过那个童话故事吗？你可真行。巴拉邦，邦。没看过童话故事吗？你看你小时候。按童话少，这是原配色。小包送的粉丝牌，感谢。对吧？这个左边那个泡泡袖的这个三个红杠是吧？这不是原配色吗？这是。哦，这么着，得有点身法。他们来了，他们又来了。他们都排进来了。哇，这上门！这会儿能练枪啊！我刚知道。对，你可以练练各种枪的节奏。
我靠我们几个就能把这游戏养活，你们信不信？也不给点什么小减券什么的。对，这个水友，这几个水友的消费能力，这皮肤不得得买爆炸。我感觉十五号之前都可以玩这个游戏。其实以后玩玩手游玩累了也可以。你换一换说，这手游要是人气不高，就玩这个，主玩这个吧，好不好？玩这。手游要人气不高，就主玩这个吧，也不要不然光气人了。谢谢韩王的小资本。不好意思，哎，上车上车上车，上车，瞧不起我，打死一个，漂亮！啊，我没枪啊，坏了！打死一个，打死一个！我真没枪，我得捡上。我救他，那个，我救。哎，水友算了，不补了，再给他一次。水友还给我扔枪呢。真上，我必不不负众望。能不能给我卡个牌子来？啊，有个人头。怎么还是我杀的？哎，我这没有绷带吗？怎么了？哎，那个谁要是走丢了呀？人呢？这里有东西，我避开。我讲，我有喷喷了。绿 AK 有人要吗？绿 AK 有。绿 AK， 影哥要不要？我是吧，我应该是。哦、那就行，那就行。那还差个三。这一把紫手枪你们要吗？找一个奇怪的胖子，他想偷袭咱们。哎。死没！我靠！给我炸飞了！给我炸倒了！哦，对，喵酱，我去里面。我保护你。我救你！我救你！你们家门口，我救你。好，喵酱打血，你别出来呀、啊！在里头打不挺好的吗？退，舔舔刚才那个水友去，不香吗？哎，刚才是进圈吧，我操，进圈。不会进不去圈吧？进得去，乱进。进圈吧，就是这往里大进圈。刚才那水友没舔着啊，好肥的那个胖子。没有药啊！我有药，等会儿往里进，我给你扔，砍草，有没有人？我先给你扔药，等会儿啊！我操，料扔地上了，快！扔啊！他喝完你再扔地上，下一个人喝，我不会分主要是。怎么扔？摁爱，然后拖到地上，扔了，啊！哎，下边有人。先进圈，右边有人，那也得先进圈，这圈刷太快了，哎呦呵，哎上面有人，完了，这个地儿就卡死了，打血，坏了，你先自己打血，你先进打血，我操，我是真没有血，不行，就不行，这不行。真没有血！哎呀，真没有血了！加点枪！完了！没了！别救了！走！别救了！走！别救了！你来不及！走！来不及！别救了！18个人。哎哎，嗯，哎，可以啊。哎。
办法，刚才我得劝我的队友走啊，我是肯定来不及跑进去，我一口血没有，主要是跟小紫领结了。哎，就吃了一把鸡，怪我怪我。练练着练练着。对 ，Ready go！ 谢谢文星的大天使之剑。我靠，你怎么还能拿手枪呢？我刚发现。您那个手枪就是你点一下，它就把它在那个外头界面显示，不是落地就有，也得捡，手里是空的。什么蒲熠星大美女又成队友了？那这把 B 哪一类啊？大美女的实力，歪哥你明白吧？明白吧？哎，这一把反正多多少少十五个水友肯定是有吧。这人也太多了，你看看这兄弟们，他这还有弹道的，我刚发现啊。这一盘至少二十个人是自己人。他这还有弹道呢，有弹道，有弹道啊！你打了这么多把，你别告诉我你从来没考虑过预判枪，这事儿闹了，我都是瞎划了鼠标。哎，这找白哥辛苦你了，负重训练啊，辛苦你了。哎，我来一块弄他。走走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没枪，我得下去一下。出事儿。出事儿了，我跟你们走散了，我没装备啊。你哥都没了。啊？你哥怎么倒的呀？落地就倒了。我、咱们进圈吧，我实话实说，直接就进吧，不然会很。装备是真的差。就是非常好的把装备下二级甲，来来来，我有了飞行大美女啊，捡二级甲都不捡了，让了这得开一下吧，蓝 AK 拿，我有这，其实早点赶路还可以，还可以。这二级甲还不捡吗？这大美女打不过人是有道理的呀。他是真服装，他是真不捡。对，我可以啊，粉丝们杀起来了啊！可以啊，水友们各种参加，可以。奇怪的胖子就是比顶峰相见强。小黑熊双杀，黑熊就是比一口甜厉害。可以啊，这水友，水友们下手一点都不含糊，你想？对。对主播重拳出击也就算了，互相也是重拳出击啊！我感觉我反正我看着死水友死的差不多了，已经。破地形啊！捏了，这把应该能吃爹。说句实话，妈，我们等空投吧，我感觉我们能舔空投。
咱们怎么说？看看下个圈，选一下是上圈还是下圈吧？北南切还是北切？下一个圈？行，我觉得这地儿不错。啊行，没错。哎，香蕉雨，走去了，走去了。我卡在地图上面的，他没敢冲。看看缩圈，看看缩圈。上圈比较大，走左边的桥，走左边桥上去，上圈比较大，往后退。左边没桥吗？啊？能走，直接走的。啊啊，大美女再见，我没了。往后退一下，你没血，我帮你架。我要。他不敢追。空投就在我身边。好。换件二级甲。啊？有三级甲，漂亮。哇，这还有，这是空投吗？金喷三级甲你没有，你换呀，三级甲换，我有。我把这个拿一下。我靠，可以啊！还有二十个人。金喷啊，注意贴脸，记得换。往上退退，没事。你近战他不敢冲，你金喷，不虚他。刚子开。我拿个紫 M 幺六 ，OK。打一个。他就是漂亮！哟，真的我。上面来人了。身后。哇靠！这金喷，我就可以。四秒，行，起来快吃，没事，咱俩卡这打没问题。哦，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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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！搞一个，我靠，这太难了。不行，我这没有掩体了。我喝口血，但是你躲一躲。我躲了，他们要是跟别人打起来还行。打起来了，但是你别慌。可以，哇帅啊！极限三秒，两秒，没有药，往下走。老俩，我上个蛋吧，但是全灭，这队全灭，小阴雷。我帮你挡一下可以。哎呀，差点不到最后，到最后主要就咱们两个了。一打三的最后实在打不了了，咱你主要是你没机会打血，我也没机会打血，没有时间恢复，主要这个。对，咱俩二打四，然后打了一个一打三没戏。带个果汁那个东西可能还真的有点用，极限。我刚才就是你躲那儿的时候，我撇了三颗雷，那会儿不就是靠果汁回的血吗？极限，这把真的极限了，尽力举。只怪我和尹哥，不是还有大美女，我们没保护好他们。哎呀，我看着你们玩了。为什么我老感觉别人打我特别准？一打我就被打死了。你们就老能躲开那枪啊？怎么？嗯，其实就是，你要看你，就两个抉择很重要。第一是你先开枪，还是他先开枪？他先开枪，你就先闪，就是摁空格，因为你的走位，他第一预瞄点是错的，你走位过去，你反打他，就变成你先开枪了嘛。如果是你先开枪，你就是预判他的走的方向跟枪，就这两点。哦。然后第三呢，就是如果你是喷子厉害，比如你有紫喷或者金喷，你就假装败退，引他过来追你，你反手用枪口堵着那个他追你过来那角度，邦一枪他就倒。我靠，怎么能在游戏里跟人打起来以后想这么多事儿呢？主要是这不就技战术吗？得练啊。走，
我跳晚了，不是我跳完了以后没人没动嘛，所以我学会了就学会了呗。跟谁我又不可能傻乎乎的追水友然后被喷倒，对不对？我自己的战术我还不明白，不追，不追，不追啊！从来都是别人追我，我什么时候追过别人？好，这把我厉害了。我什么时候追过别人 ？AK 得讲吗？来打个血。那个把蓝二级甲，还有二级甲，不好追啊！哎呀，我全是脖子系列的这些人，奇怪怪的。我没血，我上不了，各位，我真上不了。怎么说？都死了。好。啊！我死了，我死了，完。我架你。这就是人家比我准啊！这件事儿，左边有人。上个蛋。完了，没有子。我打个甲。没有血。有血往右边走。找个地儿填填血吧，我真不太行了。往右边点，填填血。啊，学友们现在都学会了，他们先在咱们周围地方填好一波枪，然后来一波莽的，都是这么打。现在水友现在不上来跟你干了，谁还对他上来跟你送啊？对他觉得落地拼的是吃亏，他拿好装备突袭那种。水友也会发育，现在对搞突袭。哎，我来一个。哎，我给你，我给。没事没事，这儿有，这儿有。我真是没有血，吃点烟。这有九九二级甲，二级甲，满的甲，新的甲。啊，我去舔个二级，你们舔了吗？你们舔了，你们舔。啊，这还有点椰子吧，吃点椰子回回血。臭油弹真的决赛圈可以救人，很关键啊，可以捡捡。我吃椰子快吃满了，你敢信？妈。快走快走，毒来了！哎，毒就在边上。哦，双枪小少将，走！我还是比较喜欢玩战术，就是硬刚那种脸贴脸的，我真不行。就是谁第一枪打中了，谁就凉了。对，还是喜欢玩战术。而且再一个，人家一贴我脸，我就慌，就总感觉凉了就会被补。咱们满编吧，咱停一停，僵尸家你血不满。看一下干嘛的呀？摁爱可以读说明。哦，明白，狗屁。有蓝喷喷或者蓝 AK 喊我。房子里都这么空的吗？在房子里蹲一会儿。鼹鼠快递员抢不抢空投？这把左边是吧？嗯，走、哦、怎么能四个人一起？有人有人有一个没甲他压力。哎，击倒了一个。可以可以。下边哪儿啊？已经都死了，我们俩。两个狐狸后边帮助。啊？这被夹了吧？被夹了。被夹了。表现非常的拙劣，好吧，我这个。
表现非常的拙劣，上面突然来人，拙劣，忘该。实验室是干什么的？实验室。哦。实验室解锁不同的角色的。使用词解释是什么意思？哎，我们出生点怎么换？哦，是没错。哎，帮主进来了吗？进来了。哎，我这怎么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啊？那就是出问题了，小心。那退呗，最后一盘好不好？最后一盘，好，退完退完，好，吃把鸡啊，吃把鸡。哎呀，别耽误我穿马去，哎，不是。对，发展发展啊，得发展发展。那明天问问涛涛玩不玩，对吧？得发展发展，到三缺一、啊。问问。白哥，你用命令式的口吻，你让他明天必须玩，怎么样？白哥，以你这个三十多年的这个电竞从业者的经验和你这个地位，我以命令式口吻。命令。咱们一个人有多少血啊？一百。我那这喷子要是在近距离一枪死啊！你要是护甲在的话，护甲会抵挡啊。啊。但护甲我不明白怎么算的，你打到身上以后，它是一一的减。对，它就挡，我觉得它是跟子弹次数有关。我肯定不是子弹次数，要子弹次数的话，有的枪太吃亏了，那狙什么的。我觉得子弹次数吧，要是狙只能打三级甲一次弹，除非可能狙是三级甲射掉三点，有可能这么设计。哎，昨天蒲雨星不是说一枪就甲全没吗？对，应该是，应该是还是伤害的，估计是伤害，只是显示是掉一个甲，掉一格甲的意思。那个一是掉一格甲，怎么都开始死人？完了，这人也太多了。离谱！小手枪先混。谁呀？什么玩意儿啊！我怎么下面仨人？我的哥，快走！你们怎么说？都去哪儿了？嗯，我们在捡东西发育。完了。这开我这位置好像不太好。谢谢，那边有人。我下去找你们汇合，咱们奔海边去吧。不行了。嗯，我先接你们一下。对，过去。有好的甲吗？哎，怎么打起来了？他被别人补了。他进来，我干他，没事。哇、哦，太疼了！你救人，你救人！小黑熊，就靠小黑熊了。我封烟雾弹。右边，右边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快，快，快！哎呀呀呀！倒了，一换一，漂亮，跳了，跳了，跳了，救一下，救一下，漂亮！哎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救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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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好好，可以啊，拿捏了。这块都是假。小黑熊，哎呀，这事，哎呀，这怎么弄？我的队友没保住。完，我没血，我没血，我这把真没血，这真没血，这救不了，救不了我了，别管我了。我真没血。哦 no, 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哎，
爬进去能救吗？那你爬进去就救。哎，有点远。哎呦，就差一点，能进去吗？能进吗？能进吗？能进，能进，你得过来，你得过来。就在这儿，就在这儿，去救他，去救，去救，去救。哎呀！我靠，这怎么卡住一下啊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我。没关系啊，都看得出来。哎，看你拿了，顶哥，不是真卡，看你拿捏啊，顶哥，看你拿捏。不是真的卡住了，在那块儿。爱意思思，先进圈里。那就完了，去个厕所啊，你们多活一会儿啊，去个厕所。跑跑跑，哎，后边有，跑个嘚儿，这我瞬间被秒了，溜了溜了，这队有点强。拜拜拜拜，走了走了，拜拜拜拜拜，大家拜拜。明天见了，大家拜拜。明天见，拜拜，拜拜。